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石涛聚焦。嘿，有个朋友留言说，涛哥说，你说时间是个神，其实在造物主耶和华，他认为造物主是耶和华了，他这么认为了。而造物主耶和华那里呢，没有时间这一说的，时间是永恒的，掌管着，正掌管着，神是永恒的，掌管着我们的时间。那我相信对很多基督教徒，或者什么就其他信仰徒，大家相信耶和华的，相信耶稣的，可能都会这么个说法。我觉得是这么回事儿，只是站在人的角度很朦胧的，你不能切身体会的体会到这其中的故事。而我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，我觉得，更能从更。包含一些悟性，你自己生命的体悟，而不是从书上读出来的，你自己从中又，只是你去坚定的信，而坚定的信呢，却是包含着你自己内心的某种目的啊，某种目的在坚定着信，就是你要达到某个目标，所以你才信它，这些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条件的。而这样的信呢，就会出现一些，很具有道理，但没有生命感悟的这一份表白。时间是个神。我原来跟大家解释，就是说，昨天过去的，刚才我过去的，我永远拿不回来，它也固定了。还没发生的，我也拉不进来，对于我同样是固定的，因为它没发生的，对于我就是死的一样。可是现在的我，我一点都抓不着。我能抓住这个阵址，但我抓不着这时间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，所以有一句话叫"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儿"。而这样的生命品质却决定了我们人就是这么在过着的。说你我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们都一个和一个的，夫妻两个人只是，哈。那被称为是一种结合，但那一份的结合却无法满足彼此的需要，在无法自己控制的背景之下，就那样了，没错吧？那东西能控制吗？说我今天天长地久，我就，他要能控制，能天长地久，我跟你说，那东西就没有诱惑力了，他就不会毁了人了。我讲的是色欲，没错喽。所以，独立的我们永远是独立的我们。那一份的结合是站在人的欲望的角度去讲，满足欲望的角度去谈的。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一切都是随着时间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流失的，是不是这道理？可是出了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我老说用宋英杰的儿子那概念是。10年前是那个女人，10年后是宋英杰他儿子4岁了，这两个人的表面没有任何关系，可是他生命那一面却是一个人。那意味着什么？我们每一个人有着一个对今天人的肉身的时间不死的那一份魂魄，难道不是吗？轮回转世其实真正讲就是轮回人的灵魂不死的魂魄。我跟大家起悟的是这个概念啊，这个概念。那至于神站在人这儿，你看不到神，但人凭借悟性用刀去了人心，滴滴见血，你就去了人心，实际是指去了贪欲，没了贪欲，见了自己生命的另外一部分，真实的一部分，就是那个孩子轮回转世那部分。他不受这个时间控制，不受这个肉身空间的时间控制，因为他没死，对吧？因为他没死，所以这种道理一定是，我个人说的意思，要能够体悟出来。我对那个朋友讲的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，只是说，给我的感觉，他是从
自己的宗教中读到了这样的东西，他去坚信，但是呢缺少生命的这种感悟，而生命的感悟是你真正真实的。没有感悟，你的身体、你的生命的价值观就没有改变。当这个东西没有改变的时候，你原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。这话表达起来很困难，就是语言本身很低档，语言的出现的本身就很低档。刘强东惨了，也在今天爆出的消息，有几家媒体报，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分享哈。《华尔街日报》，刘强东，检方将直接审核对刘强东的强奸指控。明尼苏达州当地地方检察官表示，警局完成了对刘强东强奸指控的调查，检察方将研究做出决定是否起诉他。如果起诉会很麻烦的哈，会很麻烦。检察官办公室的发言人讲，这一个决定没有最后限期，而警察局也没有是否提起诉讼向检方提出任何建议。警察局干完自己那事儿不管了。这个事情我觉得作为正常的概念来讲，相信警方是有他的建议，但触及到的人太敏感，而中共的方面呢显然在袒护他，在帮他脱身，因为中间拉皮条的跑了，回中国了，而受害的主要的证人现在据说也回中国了，但是他有律师，他律师站出来，所以这是一个截止到现在我们看到的。明尼苏达刑事律师前检察官玛莎，警方经常会在不提诉讼建议的情况下将结果交给检方，而检方必须确定是否具有立案的条件，这是一个前提条件。然后文章又回复了这件事情的发生的过程，这没什么可讲的。里面比较确定的讲说，这个女生报案的女生来自于中国大陆，明尼苏达的，然后华尔街获得的照片显出来，刘强东是被戴着手铐的，在卡尔森全球研究所，而卡尔森前全球研究所的副所长就是拉皮条，拉皮条，然后明尼苏达卡尔森学院的院长，这是个洋人，叫扎哈啊，英文。该大学正考虑对该项目提出新的要求，包括那些到美国学习的海外高管学生提供文化培训。这话说的，所以你从洋人的角度来讲，从美国方面的角度来讲，显示出来刘强东这个事情是确实的。当事情出完之后，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没有就此事发表言论，但是呢却贴出了明尼苏达州的法律，有关强奸案的法律的条文。那啥意思，对吧？刘强东已经回到大陆，在当时，而这个在华尔街的投资行的一个投资经理明确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，我想不到刘强东竟然干出这种事儿，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啊！大概就是这么看。所以这些包括这个人的表态，要加入新的东西。这个洋人说了，要提出一些新的说法。这不都是明显的感觉出他们不想触及刘强东，但是呢，刘强东这件事情，他们心里头有谱。大学创收风的推动下，很多大的年龄专业人士都学工商管理博士。而明尼苏达大学推出这样的项目就是为了挣钱，就是为了挣钱，和深化这跟中国的关系扯淡，跟中国的关系还是挣钱，而中共的宗旨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所以这就是现实环境了吧，我觉得就是现实环境。
上海电动汽车初创公司叫威马汽车的创始人沈辉，主要是文化地位不问题，在中国文化中，教育背景总是引以为荣。03年，他获得工商管理硕士，担任该学院的董事。在中国文化中，教育背景总是引以为荣的事情，这话别扭，就是文凭呗，哈佛的、北大的、清华的。那不就是一个自我的嘲讽和自我自卑的表现吗？一个大活人，我是这地球上响当当的一个人，我非得在那儿读一个张破纸，证明我这个人有价值。如果我没读这个破纸，我这个人没价值。你这个破人，你这个破人，把祖宗都给玷污了，这个破人。他说读这个学校的40名管理博士的学生，每人向学校交纳75000美金，一周的实习。该大学教授在中国教课，而学生为了剩余课程向清华大学要交纳2倍的学费，因为他们到明尼苏达只上1个礼拜，一个礼拜交75000。大多数的课在清华读，清华要15万美金。啊，另外一个明尼苏达大学对刘强东事情，表示关切，正采取适当行动加以回应。这话很那个，说不上来的。然后提到刘强东已经走了，但警方需要时间深入调查。中美之间却没有引渡条约，完了。然后又提到了，澳大利亚讲，2015年，刘强东在自己悉尼湾的顶层公寓中举行晚宴。中国是为中国商人，陈徐荣伟庆生日。徐荣伟结果当天晚上强奸了参加晚会的模特，被判有罪。模特20岁。他喝醉了，在酒店房间侵犯了他，而这个事情又发生在刘强东有关。所以我一再说，刘强东就个嗜好，红酒，自己喝一个固定牌子的红酒，或者几个固定牌子的红酒，加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，这就是他的生活，这就是他的 happy 啊，还是他的 happy。因为几个地方都是显示出是这样的。文章里就介绍他自己的太太了，跟他如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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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吧？然后这里他谈到他的太太没有回应记者的提出的要求，他太太到现在没出声。福布斯对刘强东的身家估价是69亿美元，给人的印象很有闯劲。与阿里巴巴进行竞争，这没什么，就是这样，基本我们看到的基本就是这样。另外的报道，刘强东的调查结束，这是来自于彭博新闻社的。刘强东的调查结束，但警方没有公布细节。而我们刚才看到《华尔街日报》讲说，警方的这个检方的。检控方的发言人讲，任何时间他不确定期限，任何时间都可能起诉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，在明尼苏达做律师行的叫周东发律师说，检方有3年时间做决定，3年，一般6个月，如果超过1年，一般不会被起诉。他说："这个案子应该很简单，应该不会超过6个月就有最后的结果。"而他明确讲，刘强东被起诉的可能性高达90%。哈，那我们就不好说了。这是律师说的。这个律师听起来应该是华人律师了。报告中记录说，刘强东被怀疑卷入的犯罪行为是强奸罪，
罪行的描绘，一级性犯罪，强奸既遂已经成功，那犯罪等级一级重罪，啊，一级重罪，没有任何改变。那这么看，跟他当时出事情，跟大家描绘的几乎是一样的。最少判刑十二年。最少判刑十二年，这是他说初犯。而这篇文章里又讲他的技术的其他的过程啊，其他过程，然后谈到这是阿波罗的网站里谈到，中共可能会中共在为刘强东洗白，我们在昨天节目中已经谈到这部分。我以为中共为刘强东洗白，实际是要抢掉他的京东，啊，真正是抢掉他的京东，就有点类似我们看到的在，马云的买卖丢了，这个概念是类似，我觉得有相当类似的地方，买卖丢了，不是买卖丢了，他的支付宝被收编了，这是我说的意思。恒河先生在他的评论中认为，阴谋论为什么可以允许，是因为矛头指向了境外或者是境内的非中共势力。他说再有一个打土豪分田地应该是中共最愿意做的，最后一个是商业文化啊，包括酒色文化。那我以为是因为刘强东代表着今天习近平的中国制造2025的真正的梦想啊，他的讲法的一切，讲话那种讲话的风格的一切都在其中。那在这个目前这个坎儿上，几期讲目都节目都介绍，习近平太想以最快的速度来发展智能化产品。那京东在这方面义不容辞。当刘强东有短儿在习近平手里的时候，那想怎么使就怎么使。所以湖北省委书记的露面和他一连串的高调的露面都表现出来，但因为中方没有与美国没有引渡条约，那就变成了刘强东只要真的被判有罪，缺席审判被判有罪的话，他只要不出国就没事，因为他要出境到英国，英国跟美国有引渡条约，英国要给他扣了就麻烦了，所以他会出现很多地方他不能去的。但是呢，只要他那如果真出现那个场面，那我觉得习近平何乐而不为呢？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地方，就是说判他有罪，中共保护他易如反掌，是最大的获利。对中共而言，判他有罪是最大的获利啊，我觉得是这么回事。受害女方发声。受害女方发声，中共海外党媒《侨报》，美国的《侨报》说，也引述了当时，也引述了这一段。而大陆的《财新》报道，《财新》呢，挺特别的。受害女生发出声音，称会配合检方工作。由于美国警方的保护得力，所以受害者的信息没有不知晓。这里面只讲了这么一句话，其他任何内容都没有啊，任何内容都没有。所以我个人的体会就是，我觉得那个概念是对的。明尼苏达判刘强东有罪，会对中共更有利，所以很可能对中共更有利，因为他会能更有效的控制刘强东，控制京东。那在目前急于成功的背景之下，就是中国制造2025和贸易战的背景之下，那以最大限度的使用刘强东，使用京东，这是完全可行的一种技术上的操守，完全可行的一种技术上的操守啊。如果大家听着不错，那就非常感谢朋友们的看法。看到一个最新的内容，我们作为一个补充吧，
明尼苏达警察局的发言人跟《世界日报》应该是中文的香港台湾的《世界日报》，其实被中共影响很深了。他在解释说，刘强东的案子移交了这个检察官办公室，而受害女生的部分的调查早已经完成了，早已经完成。不管现在该女性在中国或者在美国，不会影响警方这份调查报告的作业，不会影响。所以这个答复就非常清楚了。所以现在，至于说受害女方是否出庭作证，当她已经接受了警察的调查和她对警察做了陈述之后，她除非推翻自己的证词，把事情复杂化。所以就变得这事情复杂很多了。那女方如何改变？她要给警方理由，对不对？她要给警方理由。所以，那现在看起来，应该讲对刘强东的凶多吉少。调查，而警方讲说，检察官做出评估的决定可能需要一个月的时间。他是说可能需要一个月的时间。警方在星期四公布，九月四号公布了被抓捕的情况。从警方到场，以至完成报告，当地负责该案的警察都佩戴了随身的摄像机，对全程整个过程都有记录，都有记录。所以这个就，哈，这个就，哦，我觉得我这是作为一种补充了。那这么看起来，就是还是那句话，凶多吉少，恐怕他很难办，那很难办。